我们的力量，这样下去可不行。 陨落心炎果然对精神体有用，不管你生前如何强横，现在的你不过只是一道没有灵智的残缺气息罢了。还真是意外的收获，吞噬的这些残存气息，似乎增长了我的精神力量。 天焰九行翼，日后在中州，就算遭遇强敌，打不过时也能全身而退。 阴山老人夺得菩提化体仙后，逃出黑皇城，化出分身吸引各方注意，真身却已不知去向。萧炎为夺回菩提化体仙而来，却发现阴山老人举止异常，怀疑有诈。一番寻觅后，果然找到其真身，却与寒风和墨天行等人狭路相逢。本以亡命的寒风再次现身，萧炎再遇叛师恶徒。 一场大战，无可避免。你这叛徒竟然还能活下来，<笑>这可多亏了你呀，我的好师弟。如果不是你，想必我也很难达到这般实力。 这一次，我会把你的灵魂抽出来，让你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。魂殿，你体内怎么没有那个老家伙的气息了？啊，我倒是忘了，那个老家伙已经落在魂殿手里了。他不是认为你能保护住他吗？啊？ 现在看来，那个老不死的眼光是一如既往的瞎呀！<笑>寒风，我手刃你这叛世无依的逆徒，萧炎誓不为人。算我一个。师弟可真有魄力，不过想杀我，得看看你有没有那个资格了。
看老夫有没有这个资格。没想到你不仅没死，反而突破到了斗宗级别。哼，不过能杀你一次，自然也能杀你第二次，莫要做出这副小人得志的模样。大长老，那边如何了？他那些灵魂分身已经消失了，我跟着你留下的印记赶了过来。多谢诸位帮我争取时间了。萧教授，除破局化之前，不愧是黑角域的老牌强者，实力果然非同一般。可惜你今日恐怕在劫难逃了。此名斗宗还真棘手啊，看来这菩提化体仙与老夫无缘。也罢也罢，老夫倒要看看你们怎么分。老家伙，真当我们是傻子吗？萧炎，你检查一下。嗯。这老怪竟然扔出了真的菩提化体弦。怎么可能？你把印记抹除了。在你道出菩提化体弦里有手脚时，你觉得老夫还会任由其存在？现在东西已经不在老夫这里，你们还想打不成？哼！走着瞧，这一招我先记下了。萧炎，小心！莫宗主，你还打算袖手旁观吗？莫宗主。真打算对我们出手？若你能当一回看客，事后萧炎定将破宗丹奉上。莫宗主，该中了这小子的缓兵之计，凭借他们两名斗宗强者的实力，他们若是不给你，还能拿他们怎么样？若是莫宗主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现在就将破宗丹给你，如何？莫宗主，当然，事后我韩风要是耍赖，莫宗主可以直接来魔岩谷兴师问罪。好，信你一次，希望你不要戏耍老夫，不然的话。既然莫宗主愿意相信判师之人的话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那般条件值得冒这般险。动手吧，不要再拖延了。老家伙，几年不见，今日便让我看看你是否还能如当年那般。没想到叱咤黑角域的丹皇如今颓废成了这不人不鬼的样子，
你两个交给我吧。哪里走？是我们的。就听闻萧门主在黑角域的威名，今日老夫三人就要请教一二了。停！拿出真本事来吧！哼，听说萧门主掌控着异火，不知道与我们魔岩谷的化生火相比，孰强孰弱？老二、老三，这便是弄眼诀。温度倒是接近异火，不过却永远无法超越。三位，融合之火焰似乎还未伤人，便先伤起了。驱使弄眼诀融合化生火，的确会致伤身体。不过只要能夺回菩提化体弦，这些算不得什么。这火焰就是化生火吗？魔岩谷的弄眼诀的确独树一帜，不过可比不上异火。天火三玄变。若要以一敌三，确实要费些功夫，可你们偏偏不自量力，要在火焰上一较高低。看来那边的战斗快结束了吗？再来。这火焰倒是有点意思，不过还是不堪一击。这化生火竟然分化开，吞噬炼化，不
知能否让焚诀进化。哼，萧门主小心呐、啊！应该凝聚了他们体内的所有化生火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。萧门主，这星空火皇可比得上你那异火？这便是你们的杀招？哼，那就让萧门主感受下星空火皇的威力吧。化生火可真令人有些失望。祭火！去！魔岩谷的手段的确了得，岂能将化生火增强到如此地步？一火太恐怖，火皇顶不住。收！同样的招式，还想再来一次？你这化生火，在下收定了。收！多谢三位的馈赠，这般重礼，萧炎便却之不恭了。萧门主的异火的确了得，是我们三个老家伙狂妄了。这化生火你拿着也无用，不如这样，萧门主将它还给我们。老夫保证立刻退去，再不染指菩提化体弦，如何？方大长老，现在的局面，你们离开与否重要吗？你这个疯子，竟然敢生吞火焰！二老三，杀了他！二老三，老夫会为你们报仇的。我清楚苦楚，定要这小子血债血偿，要萧门鸡犬不留。你若继续和同伴联手，那我只怕要费一番功夫才行。可惜，你又糊涂了。